x3+3.16， 咁呢度咧，我哋揾翻 maximum or minimum value of the quadratic function 同埋 corresponding values of x 啊，呢個最緊要嘅。咁呢 part 啦，我哋開始試下做啦。y 等於-2 啦 ，x 二次減去12x+7。咁要揾 maximum minimum 都係要用 complete square 噶啦。咁我做法咧就係點咧？我加七可以唔使你擺喺出邊啦。-2 中括號 x 二次好啦，減12咧，抽咗-2出嚟變咗+6x。好啦，然後咧個+7就擺喺後邊嘅，我+7擺喺後邊，然後咧裡面就寫翻加括號嘅二次減翻括號嘅二次，咁呢一部分係最重要嘅啦。咁呢個係咩咧？6除2係寫翻啦，6除2呢個都係6除2。咁好啦，留意啦，頭三嚿咧，我哋會去組合咗一個叫做 complete square 嘅嘢嘅，咁就變咗做等於-2中括號啦 x。攞頭嘅 x 加攞中間嘅加後邊嘅數字6除2係3嘅二次減翻啦，減翻幾多咧？3嘅二次係9，變咗咧加翻7，最尾加7喺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等於乜嘢咧？就等於翻咧-2 x 加3嘅二次-2乘-9變咗加18。加7，咁咧就係加25咯。所以你睇翻咯喎，呢度咧係 maximum 定 minimum 咧？由於佢係 x 二次前面嘅數係負數啊，即係佢係喊嘅。如果喊嘅話咧，即係你有 maximum 啦，係咪最高點啦？咁你寫翻啦個 maximum value of the function 就係咧25。when 呢個 x 等於-3，好啦 ，B 啦 ，y 等於咧4x 二次減去20x， 咁啊又係啦，我哋抽嘢出嚟咯喎，四啦，中括號 x 二次減20，抽咗4咧就得翻-5x， 後邊今次冇嘢啦，冇嘢就仲好啦，唔使寫係咪？咁就再用紅色筆咧。就加啲嘢啦，加括號嘅二次減翻括號嘅二次，咁我括號裡面擺咩咧？就係-5除2啦。咁然後咧，頭三嚿嘢又係啦，呢度頭三嚿嘢咧就會變咗做4中括號 x 減5/2嘅二次 ，x 就喺第一個啦 ，x 二次呢個位攞落嚟啦，減就跟減號啦，5/2咧擺喺後邊啊，咁然後咧就減翻。-2嘅二次變咗做25/4，咁你乘翻靚少少，就變咗做咧四啦 ，x 減5/2啦嘅二次加減翻25啦。咁所以咧睇翻咯，今次 maximum 定 minimum 咧，而家係 x 二次前面嘅數係正嘅，咁所以佢係笑，笑嘅就係 minimum。個 minimum value 咧 of the function。is -25 when x 等於5/2。